五峰，圆径，圆径，啊，流动，来过来，这比较有点弧度，图，峰峰一起比，哎，稍微动了一下，逆峰。啊，中间注意间距哈，上面不要太宽。然后过来以后，左边没碰到，右边还是没碰到。然后中间这个略细哦，免得太挤。然后注意横画横画间隔起来，带起来这一点。风，阴，重按，用力抹下来。上面圆径的笔画，这也是圆径。由于圆径到这里勾就不好勾了，所以有时候略带侧锋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好勾啊。那如果你真的是从头圆到尾，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勾不起来。很多人一直不了解，一直要强调中锋，可中锋很多地方真的是勾不起来。阴流流下面写两个口，有人写两个丝，反正都对。然后下面要注意它的宽度跟它的间隔距离，要跟上面保持一致。流，居，居上面写的比较窄，也写的比较细。加粗，顿顿的，再回来，上去，粗到细。啊，这下面的口通常偏扁偏右侧，这样字才会正。这个偏右啊，不是在正中间。烟烟低横不长，再来注意间隔距离，横画间隔，竖画，横画间隔距离，横画间隔距离，横画间隔距离，这写的最开，极下再勾起来。这里四个点用一横代替，